个车子会架在他们那边，对，停在门口那边。然后他就是刚刚是说到，哎，笔借我一下。刚刚他们是说到这边。对对对，到这里，从这里，老板要什么？对，从这里到这里，剩下的这一颗，对对对。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排序，我们再顺一次看看。那你们再试试看，如果排序你觉得要加什么或